这么快，魔神任务都做光了，太牛了！哎，啥都没了！我的天哪！这个朋友你也没有原石、啊？哇哦，有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，眼拙了，那咱们开始啊，来，那既然你这么相信我，那我觉得二命加专武也是非常有可能的。哎呦！玩这个刺激，玩的就是个心跳，玩的就是个刺激。来了，小桃神，你来到我身边，来到我身边。你怎么是时候时飞的这个人？哎呀，来到了我身边。说到灵命直接专武是吧 ？OK， 那我们。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就是光他这个认真的态度，我相信小小神也是会马上就过来的。他让你去散兵副本抽，你现在哪呢？散兵副本在哪你都不知道？没玩游戏的人，这儿这个是新出的副本。罗莎莉亚，来。这么快哪快呀，在那都垫了多少了，都保底呀、啊、哦，又是保底哦，看看出不出呢，我真的是跟飞雷有缘，我靠，你真的今天晚上捅了飞雷窝了，吓死我了，又来了我不能接受，什么情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快回芝山宫抽小草神啊！对，你不要老在别的地方瞎待好吗？好嘞，把小草神召唤出来，然后用小草神召唤小草神 ，OK， 稳了。没了，这位朋友来问问啊，他说克68，磕是吧？好嘞，好的，大佬就是大佬，就是任性啊，就是任性，好嘞，那我们继续啊，怎么还不出呢？啊，这该出了，好嘞，该出了。直接跳过，直接来两只，又没歪，没歪。继续六还是哪？这位朋友，继续六还是三？应该是六。六。是人家相信咱，让咱抽是吧？咱就肯定也不会再歪。这次我不敢跳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赌一下吧，不歪就是赚。哇！不歪就是赚呐！哇，拿下了。